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北京时间5月16日 ,NBA 季后赛太阳和独行侠抢七对决。没想到比赛变成了一边倒，独行侠上半场就领先了30分，最终独行侠12390太阳抢七胜出。保罗伍兹2-0领先被翻盘，历史最惨。本场数据独行侠布伦森24分6篮板2助攻1抢断，东契奇35分10篮板4助攻2抢断，丁威迪30分。太阳布克11分2助攻，保罗10分4助攻，艾顿5分4篮板。本场之星东契奇19中12 3分11中6拿到了35分10篮板4助攻2抢断，半场27分创下了 NBA 季后赛历史上抢七大战第二高分，仅次于他自己在去年首轮对快船的抢七中创下的半场29分。花絮镜头诺维茨基场边观战，跟友人聊天开心大笑，发现镜头立马变脸。高光镜头东契奇撤步三分，艾顿暴扣东契奇翻身跳投，丁威迪三分命中，比赛回顾生死抢七，一上来东契奇跳投命中，随后他三分也有，克劳德命中太阳全场第一球，东契奇三分再中，史密斯两罚两中，独行侠一波10-3开局，布克反击三不沾，双方暂停。回到场上，克莱伯三分命中，东契奇上篮得手，独行侠15-5领先。克劳德跳投命中，沙梅特三分还击，丁威迪三分连续命中，布里奇斯跳投回应，鲍威